家好，我是小凤，今天收到了一份快递，这里写有西瓜视频，我今天要看一下是什么的。今天能够拿到这个奖牌哦，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兄弟们对小凤们的支持，这一路走来真的经历了非常多的风雨和心酸，才能够走到今天。这是我人生当中收到最有意义的一个奖牌。那太平这个今天什么最有名了哦，有你有食啊，哦，有吃饭。哇，啊，这个，啊，这个不是吃的哦。哇，这个是，这个飞开棋盘总经理，这个干嘛？总经理啊。哎，啊，嗯，你睇下咧嗰啲，食啊，飞开棋盘总经理。哎，嗰只呢个是啥？飞开。哇这个是青青那个田野稻房，青那个稻房，像我们农村哈，这么平凡的人也能够收到这个西瓜视频总经理写的信，真的非常感动，也真的很感谢这个西瓜视频给我们这个农村人的一个平台，让我们这个展现出来，真的很感谢，很感谢哈。小凤会和奶奶呢更加努力。然后创作这个，这个更多的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。这牌系我选你得个，你夹佢我就听你睇。交俾奶奶。我要你听，你能去听，你能夹上去啦。奶奶。哎呀，你唔要得啦。我想去夹。咁我先你得啲奖牌，我整啲靓台嚟去奖下，我庆祝下嚟啦，庆祝下。奶奶说今天要搞一点饭菜来庆祝一下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今天是个非常喜庆的日子，我们全家人都非常的开心。这个牌呢，就代表我们家庭的每一个人。是一个非常的开心。